隶属2021夯运动台湾的交流分享会。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一年马上就过去了。而今天10月12日，在这里这场分享会也是我们系列赛事的最后一站，包括了票选出来的十大会期赛事、ASPN 成员的五项国际赛，以及我们四个 HYPE 创新加速器的团队都会来跟我们分享。而这些 demo 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标杆借镜，来加速创新永续。今天也邀请到了安逸国际的涂董事长和贝壳放大的林创办人，分享他们参与2017台北十大运的经验，还有我们的媒体好朋友马一龙老师，邀请了叶诗宏、陈凯跟陈星侯，应该是体技的 X4 吧，来为我们解析疫情下的东京奥运。最后再次谢谢大家对于体育署的支持，我们真的希望疫情能够赶快退散，让运动员台湾能够早日重启。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大家。